想講咧，今日係我哋公司四條女嘅出遊啦。跟住呢條片咧係唔需要我講嘢嘅，因為咧已經講曬啲嘢啦。跟住呢個好願意上鏡啦，跟住仲有一個係唔願意上鏡嘅人啦。今年年中左右咧，咁就喺薄扶林村對面嘅一個原本係薄扶林高級經理宿舍嘅地方度咧，就有個新嘅活化項目啦。咁就係叫做薄扶林牧場嘅。咁然後咧，我哋今日咧就報咗佢4:00到4:30嘅一個免費嘅 tour。其實佢仲有其他嘅，譬如你12:00嚟咧就係英文嘅免費 tour 啦。如果你想報村民帶你去行嘅道上咧，就另外嘅一個收費 tour 嚟嘅。而家咧就可以去參加佢個 tour 啦。串埋一齊啦，咁然之後一路碌嘅時候咧，就會一路轉嘅呢兩個物，唔同方向轉嘅。咁一路轉嘅時候咧，佢有蠟燭喺入邊咧，就好似走馬燈咁樣閃啊閃啊閃啊。參加完個 tour 啦，其實咧佢呢一個地方咧又唔算好大嘅，因為你講以前嘅薄扶林牧場咧，你會覺得係成大一區咁大都係佢哋噶嘛。咁但係咧，我哋行呢個薄扶林牧場嘅呢個 tour 咧，其實就淨係介紹三座 building 嘅啫。其實好快咧就行完噶啦。佢一開始就講下啲歷史啦，同埋講下啲建築風格或者有啲特別啲嘅細節咧，都有介紹到嘅。我見佢哋其實好多嘢咧都係抄翻以前嗰啲。好久之前的那些歷史書找回出來的，所以我都覺得是挺值得來的。否則呢，你上網應該都找不到相關的資料。還有呢，他這裡放了很多舊相，然後就真的是很清晰以前薄扶林這個高級經理宿舍，還有薄扶林村都有些舊相，所以我都覺得十分好，很值得大家來。你參加完這個 tour 的感受，你覺得怎樣？我想玩他那些托人版，然後還有他的個金字塔頂幾得意，金字頂三字頂。之前薄扶林
村嗰條片啦。咁其實薄扶林村同呢度都係息息相關噶嘛。咁之前咧就介紹咗話，其實薄扶林村咧都係有潛質成為世界遺產嘅地方。跟住今日參加完個 tour 之後咧，就更加覺得其實佢係都真係幾有 potential 嘅，因為入到嚟咧先知原來呢一個高級經理嘅宿舍咧，佢係用第一個 owner 家鄉個名咧嚟命名呢一個主樓嘅，因為佢係一個英國人嚟噶嘛，咁所以其實呢一座嘢嘅名咧就係一個英國嘅地方名嚟嘅，咁再加上佢有好多英國嘅建築特色喺度啦，咁所以你就會見到佢好有一個英倫風喺度，即打卡就話英倫風啫，但其實佢背後咧係代表住好大嘅一個歷史背景喺後面嘅。跟住咧，然後佢就話，除咗呢個高級經理之外咧，其實呢一度做嘢嘅工人咧，全部都係學佬人嚟嘅。咁多學佬人聚集咧，就將學佬嘅一啲傳統 practice 咧，就搬咗過嚟薄扶林村或者呢一帶啦。所以咧，其實你見到英國人又將英國嘅嘢帶嚟呢度，跟住學佬又將學佬嘅文化帶嚟呢度，跟住就見到一個文化嘅融合啦，都真係幾有 potential。就咁，點贊？今日我的同事是由头绿到落尾嘅，虽然佢平时都系首先有一顶绿帽啦、绿色眼镜啦、绿色口罩啦、绿色颈链啦、绿色嘅裙啦，啊袋系黑色嘅，可惜表系绿色噶啦，跟住之后咧对袜仔都系绿色噶啦，跟住佢成日都由头到尾由头绿到落脚噶，佢企嗰个贴纸都系绿色噶。系，我啱啱就想讲咧，其实佢喺呢度摆一架雪糕车咧，已经系好大嘅卖点啦，或者已经系好 fit 咯成件事。喂，我去间咖啡系应该用牛奶公司或者牛奶嘅制品做 feel 咯。我谂佢应该会嘅。我哋而家咧就走去佢对面。几年前咧嚟过呢度睇表啦，不过就唔系我哋公司做，所以喺我啱啱入呢间公司嘅时候咧，就喺我啱啱入呢间公司嘅时候咧，就睇咗呢个表啦，跟住喺我离开呢间公司嘅时候。他就完成了整个工程 Happy Ending 嘛。他有介绍一个八角形的一个 building 啦，跟住他现在虽然建了其他东西都没有公开开放，但是呢其实他这里的建筑特色都是很漂亮，例如呢隔离这里有一幅墙啦，他幅墙呢是很特别的麻石砌法咯，所以其实附近呢都还是很多东西行，整个薄扶林村加薄扶林牧场，即是整个区呢其实都可以即做好嗰個聯繫咧，就包裝成一個完整嘅地方咧，其實對於佢成個吸引力咧都會提升好多，所以。薄扶林牧場對面嘅嗰個八大梨咧都係好靚啦。大家嚟咧就去搭巴士啦，跟住就喺中華廚藝學院度落，跟住過咗條馬路之後咧，就係、是、有啲現代建築嚟嘅，但係係啱架 VTC 嗰啲，跟住之後行入嚟咧，跟住就上埋條斜路咧就到噶啦。
我走去係啦，問咧佢話咧就係而家冇咗牛奶公司啲產品㗎啦。咁佢嗰啲產品，因為佢賣咗俾雀巢，咁係由雀巢去做嘅。所以咧，我最近都買咗一個蓮花杯，有寫咗牛奶公司，但佢側邊咧都會寫住一個雀巢嘅。咁其實就係、是哦、即係已經牛奶公司唔存在一個產品嘅生產咯。咁啊去咗雀巢。我而家就想知佢好似答唔到我咯，我而家就 search 緊雀巢喺邊咯，因為我哋有鮮奶啊嘛，咁啲鮮奶喺邊度嚟咧？大帽山啦，係嘛？唔係，二玲原本係想問啲牛去咗邊，跟住啲牛去咗邊咧，就話原來啲牛賣咗俾雀巢，然後就得出咗呢一堆嘢啦咁啊。因為我想知道我哋飲嘅牛奶公司嘅鮮奶，佢仍然寫咗牛奶公司噶嘛，喺邊度出產咧？在哪度咧？係咪深圳運落嚟咧？佢答唔到我喎。佢話，但係佢哋話佢哋喺廣東嘅牧場嗰度收集奶，跟住然後喺屯門個廠嗰度整喎。哦，收集咗奶，即係冇牛咯。即係喺度生產啫嘛。但係冇曬，我哋唔係有得買奶飲嘅咩？哦，我知道你講邊度？十字奶啊，嗰個係。唔係十字奶，十字奶喺佢屋企嗰頭。那個叫做乜嘢？河背水塘嗰度，嗰度係有幾隻牛咧？你去行山有牛，跟住佢自己有牛奶賣，有雪糕賣。河背水塘咧，你知唔知啊？佢咪發達㗎？唔係，私家養啫嘛。私家養啫嘛，你啲行山成日都，你講我估係新田嗰度咯。我以為大帽山嗰度。今日係唔使講嘢，佢哋講曬。仲有冇嘢補充？難得兩位細我兩個 gap 嘅三位細我兩個 gap 嘅同事咧帶我嚟呢度，我真係好開心。林老都可以參觀下呢度。其實呢個地方應該係我童年嘅成長時間，但係我唔知道，我唔認識咯。我非常之滿意，我俾佢100分，咁好多謝佢哋，多謝曬，感激。